红衣妃子笑却已如烟散去，若不是少了威亚，没了飞来飞去的效果，还以为孙燕姿已经开始跨界演起了侠女。但最值得开心的是，燕姿又要出新单曲了。在沉寂2015年新巡演前的空档，一刻不得闲的她立马投入最新单曲 Radio 的筹备制作。身穿大红色薄衫的燕姿潇洒飘逸，时而似破茧的蝴蝶，时而似低飞的青燕，展现好腰功。而另一套刺青衣的造型，半透明包裹，若隐若现，大展纤细好身材。不过由于衣服没有弹性，将其穿上身却成了男士，让她一度有种丝袜套头的紧迫感，这让燕姿不得不苦笑说，这是近几年来穿的最少却也是最有难度的一次。